各位听众朋友好，我是彭启明。今天是世界地球日哦，以全世界环保运动来说的话，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。这个是在一九七零年开始由美国民间发起的一个保护地球的活动。后来呢，美国的环保署还有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哦才成立。所以也建议你呢，今天可以多关心地球吼、哦、讨论一下气候变迁，也多做一件有益环境的事。 那这个中度台风呢，苏力基目前位置在台湾的南端的东南方约四百九十公里的地方，七体风暴半径距离大概是两百七十公里，哦，将往这个东北方向前进。东北部还有东半部，昨天就开始已经有云量增多，有短暂阵雨发生。例如说，大台北的靠山区、北海岸都有雨势，尤其配合上这个地形，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哦。那沿海的风浪也比较大。 从东北角到横春半岛，特别是东半部，都要留意风浪还有长浪。那西半部呢，在台风外围沉降气流的影响下，昨天普遍出现三十三到三十五度的高温，非常的热。那这种昨天呢，就已经出现很零星的午后的局部热对流，今天依旧好、哦、有机会会发生。 那预计台风呢将往东北后往东快速的移动减弱。那周五呢就是台风在远离的过程。那周末呢到下周一的天气变动是比较大的。大致上呢周五周六还是维持的吹东风，呃东半部呢还是有阵雨的天气，西半部呢午后有局部热对流。周日下半天到这个晚间或是到下周一，预期有颇微弱的封面南下接近。 不过这波封面呢，在北方的结构比较好，到台湾附近的时候呢，则有明显减弱的趋势。全台呢都有机会会下雨，但是恐怕累计的雨量呢数量级不算多，顶多二十到三十毫米。呃，对目前的干旱的西半部，顶多能是润湿这个土地哦。对用水还是杯水车薪，但至少呢有可能降雨的机会哦。 那下周的这个天气呢，似乎面临一个转换期，水汽略多，西半部有点午后局部阵雨发展的机会，不过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。同时呢，雨量呢也都还算不显著，尚看不到有解决旱象的降雨机会。尤其是四月在西半部原本都应该要有的近山区的午后热对流，四月呢到目前为止，都都显著的是偏少的哦。 例如说，平地的嘉一站才八毫米，台南五毫米，加高雄站呢都没下。阿里山呢，因为上周的午后热对流累计有五十五毫米哈，像台中呢也才二十几毫米。四月对台湾而言呢，也是严重偏少的降雨，整体平均大概只有历史平均值的大概两成而已哦。虽然说下周会有些雨势，但是总算开始有午后阵雨的这个趋势了哈。呃，但是也是顶多增加这种一两成而已哦。 那五月份呢，开始会有些这个降雨，天气也是逐步的在改变当中。但是目前预测上呢，五月的降雨呢，还是以略偏少的机会是比较高的。要等到一场大雨呢，能快速疏解旱象的时间点呢，还不是很明确哦。趋势上可能要到六月哦，才会有比较好的机会。但是梅雨封面的变化速度还蛮快的，预测时间也比较短。 在中短期的这个预测讯息掌握研判上，哈，需要多一点专业的辅助，所以也特别提醒你呢，务必要节约用水，共度难关。以上气象由天地风险朋友明提供。